我跟他说过，我想做他的大型挂件。我真的忍不住了。就这么讲，她是个特别简单、特别简单的一个女孩。迪迪，其实要的特别简单。我要了解。迪迪已经好明显。那你现在觉得迪迪最想要的是什么？我觉得是陪伴，在他需要我的时候，哎，我就在那里。他觉得是陪伴。我跟他说过，我想做他的大型挂件。我真的忍不住了。我想做他的大型挂件。陪伴，你想要的是这个吗？你看，陪伴都在反问。嗯，其中之一吧，我觉得应该。你又知道，你觉得他想要的是什么？自由。应该是想要一个轻松一起生活，然后一起成长，然后两个人是在同一个频道上的那种人。嗯。杨迪，你说的对，我觉得琳琳成长好多了，他的表达有逻辑多了。王玉林适合找个什么样的呢？我觉得适合找一个让他开心的人，因为他开心有点难。嗯，所以，对，我的感觉是你挺适合去做爹系男友吗？啊，我怎么不觉得？啊、为什么？就会儿。我觉得你比较适合当爹呢。你比较适合当爹。啊、我也觉得。你讲的这个我认同。他觉得他是爹系，但在他对我好和我对他好之间，我更自在的是我对他好。付出型，就是别人对你那种好是那种很小的，比如说，就他就算不对我好，就迪迪很会照顾人，其实，就迪迪很会照顾人，其实。哎，他怎么又能把话题放到迪迪身上？你怎么又？哎，我们要不走了，坐船。迪迪说：“我可真没这个。”对，玉林在聊自己，他脑子里想的是迪迪很会照顾人。我来这儿晚餐时吃的最多的菜就是啥？就是迪迪帮我夹的菜，因为我每一次都坐在角角，就是迪迪给我夹的，他都。好，下次你坐船。今天的船，先看一下，4点钟到了没有？我们坐船去吧。走吧，老师。哎，我觉得曾曾是好姐妹，曾曾知道这个谈话迪迪很尴尬了。玉林也尴尬了，走吧，拜拜，走吧，走吧。